年七月一号的时候，在 4S 店全款提了一辆全新的迈巴赫 GS 480，在刚提车两天，这个出风口还是中控的位置就出现了异响。当时我按视频反馈给了 4S 店，然后他们说新车检测的时候会帮我做检查。七月十一号的时候，我把车开过去做新车检测，他们没有找出来任何的原因，让我下次如果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再开过去。检测无果的我呢，只能把车开回家。在回程的路上，副驾驶的 A 柱竟然开始漏水，